近日，多名网友发帖称，深圳龙岗区布吉街道有一名年轻女孩在此流浪近两三个月，并描述这名女孩衣着单薄，牙齿全部脱落，手脚起皮，有人经过就会大喊大叫，在网络平台引发同情与担忧。对此，深圳公安局龙岗分局布吉派出所工作人员回应，目前辖区警方已经关注到流浪女孩，并与其有过接触，也把女孩的情况告诉给了街道办事处，女孩表达了自己的意愿，不愿意接受社会救助。如有任何需要，警方都会立即派人随时跟进。我们作为辖区的警方，我们已经有跟他接触过的，也有将这个情况报过给街道这边，街道这边有这个女子的相关信息，也跟这个女子接触过的。这个女孩她可能自己不愿意去被人去救助，也有请那个街道办相关人员的话也有持续跟进的。深圳这个地方这个救助的相关条例是比较完善的，只要他需要的话，我们这边也会有及时进行跟进的。